人爱的关怀，我生存着船，但是那时空之中休息啊，你是不是要上车说啊？我要回家啊。回家？哎呦，那怎么可以呢？我已经可以坐了，在医院还不是吃吃药而已。那万一……我想出院了，我想家里那个阿伯了。啊，你想阿伯啊？哦，我今天抓几株来给你包包哦。没了，我要回家去。妈，你不可以回家去。你去告诉马大夫，我一回家去啊，病就好了没？不要了，你要多住几天呢。多住几天？那要花多少钱呢？这一天好贵呢。再说，睡这个床铺啊，软趴趴的，啊，睡得我啊又酸又痛的。哎，那好哎，好吗？哎，医生讲啊，你会酸会痛，就表示你的神经没有坏。就是嘛，我已经好了。哎，婆婆呀，你去求马大夫试试看呐。好吧。那我去试试看。干嘛这么急着办出院呢？我妈睡惯了木板床，她说病床让她浑身酸痛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办出院吧。可以出院吗？我只好辛苦一点，每天到府上跑一趟，观察她的病情。那怎么好意思？没有关系，这也是为你妈好啊。一般的病患在医院里老觉得不舒服，可是一出院之后回到家里享受天伦之乐的温馨，那么病情也随着心情的转变而逐渐的变好。怎么不躺着了？回到家来，我的病啊就好了一半喽。你呀，最好不要花钱，
不花钱你的病就好了。嗯，你讲么个意思啊？老夫老妻了，你心里想什么俺不得啊？你是心疼住院要花好多钱呢、哦？你有没有算过啊？我住一天医院呢、啊，要损失几只鸭子啊？哎呦，不管花什么钱，你都要拿鸭子来算。妈，该吃药了。又要吃药，这一包药的呀，就值一只鸭子的鸭腿哟。妈，小声一点啊，马医生来了，就在外面大厅里，给人家听了多不好意思啊。刘先生，马医生，你来。走啊走啊。好啊，谢谢谢谢。吃药能治病，鸭腿治不了病啊。马医师啊，你不要听他的话了啊，我老婆是我们这里出名的小气鬼了。马医生，我妈妈说要留你在这吃晚饭。啊，对对对，在这里吃晚饭，婆婆你去撒一撮啊。那怎么好意思、啊、不要紧啦，要不然等一下我妈妈一生气病又会发作哦。好吧。陈丽娜，他们两个有意思啊。嗯，小弟啊，你这场病啊，病得医好，给婆婆带来好的缘分哦。秀秀，你要去哪里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？瞒我？我没有啊。看你吃过晚饭以后一直心不在焉的。有吗？你的薪水是不是已经发了？我说小姐，爷爷奶奶抚养你十几年了，你把薪水拿回去孝敬两位老人家，那也是应该的，何必要隐瞒呢？没有，我的薪水真的没有发。秀秀，不要顾及妈怎么说。如果你已经把薪水送去给爷爷奶奶，我会想办法说服妈妈的。爷爷奶奶自己有钱，虽然过去我的薪水都是交给爷爷，可是爷爷说我结婚之后薪水就不必再交给他了。为什么呢？爷爷说年轻人刚成家不觉得金钱的重要，等将来有了孩子开销就会增加，爷爷希望我们在孩子没有诞生之前多存点钱。不管爷爷怎么说，我们都应该尽点孝心的，多少都要拿点钱回去孝敬他们的。该拿多少钱让妈妈去做主。你是不是觉得妈妈很霸道？没有。我知道人与人之间必然会有些隔阂的，尤其是你刚到我们家还摸不透妈的脾气，因此你们之间就显得格格不入的。我也承认妈妈并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，她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和规矩，但是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你一定会发现妈妈有很多别的优点和长处，并不像她的外表那么冷漠
和严肃的。我不管妈妈是什么样的脾气，我既然进了你们家，做你们家媳妇，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做个好媳妇，孝顺你的母亲，我的婆婆。我知道你很委屈，希望你看在我的份上尽量容忍好吗？为什么要说容忍呢？顺从婆婆的心意是我应该做的吗？秀秀，我知道你会是个好媳妇的。你先睡吧，我去打个电话给东东，跟他商量一件事。喂，彭伯伯，东东睡了没有？哎，你是秀秀啊？还没有，你等一下，我去叫他啊。东东啊，你姐姐打电话来了。谢谢爸。姐，什么事？东东，你那方不方便？你指的是什么？我想跟你借15000块钱。你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。我有急用。什么时候要？明天一早。应该没问题，我明天早上上班以前我送去给你。不，不要。姐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又不要了？我的意思是我自己来拿。哦。我会在你上班之前赶到的。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的口气不太对。明天见了面再说好吗？好吗？再见。东东啊，怎么回事？没什么事了，爸。姐姐急着要跟我借15000块钱。那就赶快借给他。我觉得很奇怪，我大姐平常从来都不缺钱用的。该不会是她婆婆逼着她要钱吧？妈，您还没睡呀？年纪大了，夜里头常常睡不着。我去给您兑点热水。妈，您的茶。秀秀，去睡吧，明天一大早还要起来呢。是。秀秀，你的眼镜啊。谢谢妈。明天发了薪水，记着拿给我啊。哎。
金松啊，你回来了。嗯。我去给你弄一点吃的。我吃过了。秀秀下午来过，他叫我不要告诉你，我认为应该让你知道。他送来15000块钱来给我们。妈，您收下了。嗯。我们已经欠他太多太多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以为我是那样贪而无厌的人吗？那你为什么要收下他的钱？我是因为秀秀的诚意才收下的，我没有理由拒绝他的好意。我希望你日后有成，10倍、100倍、1000倍的偿还秀秀的恩情。还不清的，我一辈子也还不清他的恩情。锦松，你有一点出息好不好？我接受秀秀的好意，目的是跟秀秀一样，希望你不要再颓丧，不要再灰心。至少啊，因为要报答秀秀的恩情，希望你鼓起勇气，坚强地活下去。一平。妈。还不去叫你媳妇儿起来呀、啊？哦，妈，秀秀她已经走了。嗯，已经走了。哎，她学校里有事，要早点赶去。秀秀，你把早饭做好了，我去把菜拿出来。算了算了，待会儿我自个儿啊弄点吃就行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有没有问秀秀她的薪水用在哪儿去了？妈，秀她说今天才会发薪水的。哼。妈，我的薪水已经足够我们一家人用的了，何必再拿秀秀的薪水呢？我问你，她是不是江家的人？如果她是江家的人，他就应该把薪水交给我。妈，秀秀没有了。希望他没有，一家人不准有二心，否则这个家迟早会败的。以后我不管，至少我活着的时候绝不允许藏私。秀秀要报答爷爷奶奶对他的养育之恩，多少要孝敬两位老人家一点。该不该孝顺，我会有分寸。你以为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是白活的？大姐，早。哎，东东。彭伯伯，彭妈妈，早。早早早。哎，秀秀，哎，一块吃早饭吧。谢谢，我吃过了。先坐一下。爸，钱呢？你拿给他。东东，我下个月就还你。姐，你要这15000到底有什么急用啊？东东啊，亏你做了这么多年事，连点人情世故都不懂。秀秀开口跟你借15000，你还问她有什么用？你姐姐是个胡乱花钱的人吗？爸，今天呢，要是彬彬或者弯弯呢，开口跟你要10000-20000，或许不会用在正途上。秀秀需要钱，别说10000-20000，就10万、20万，你也不该问呐。彭伯伯，谢谢你这么信任我。哎，秀秀啊，东东跟我说啊，
你需要一万五，我给你准备了两万。我只需要一万五。哎，留着用，留着用。我真的只需要一万五。哎，秀秀啊，你虽然没跟着我们姓彭，我和你彭妈妈可是把你当作自己女儿一样看待。我没有钱就算了，只要有，你需要多少尽管开口。谢谢彭伯伯，彭妈妈。秀秀，你这么说就太见外了。姐，你不要误会我，我不是怕你乱花钱，我只是怕你遇到了什么困难。我知道。大姐，东东，行李准备好了。东东，你要出差呀？我去竹山看看刘妈妈。替我问候刘伯伯、刘妈妈，还有佩佩。我实在抽不出空去看他们。我会跟他们说的。嘉荣，有没有去做产前检查？有。最近流行 B 型肝炎，你千万记得要做 B 型肝炎的检查。如果是阳性的，等孩子出生以后要赶快去治疗，以维护孩子的健康。大姐，我从来不啰嗦的，但是我还是要再说一次，你是我们弟妹心中的支柱，你一定要多珍重，为我们多珍重。高血压120，低血压95，还算正常。哎，好哎，小弟呀，看样子啊，再过几夜了，你就可以到阿娘去学阿奶了。啊，还要妈妈去喂鸭子啊？对呀，恁妈妈想念阿祖，阿祖嘛想念妈妈。这几夜我去阿娘，恁阿祖啊，阿叽叽呱呱叫。啊，那个都在叫，啊，妈妈怎么不来？妈妈怎么不来呀？爸爸，等妈妈病好了，我们把鸭子通通卖掉，你们到国外去观光，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。嗯，外面的花花世界有什么好看呢？还不如看阿伯一片雪白呀，多好看哦！妈妈，现在开放观光，好多人都到国外去玩呢。嗯，玩什么？外国话又不会讲。啊，跟了一大堆人呐、啊，像傻瓜一样逛一圈，买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回来，说不定啊，被人家放鸽子丢在国外去回不来，哈，那才花钱呐、啊，又受罪哟、哦。佩佩呀，你不要看你妈妈没有念过多少书，也不会算账，其实啊，她心里面有一个铁算盘，她算得可精了。到外国去玩，要花多少租阿祖啊？哎，我算过啊，一个人去要500租阿祖了。那我们两个人去呀、啊，哎呀，要花1000租阿祖。你看要花多少钱喽？哦，有那么多吗？嗯，你自己去算算看呗。来回机票，还有饭店吃饭，还要再加上买东西，是要这么多。刘伯伯，啊，马医生啊，啊，你又来看我休息呀？不对呀、啊，啊，你早上不是来过了吗？是是，早上才来过。刘妈妈的病恢复得很快。
那你现在又来干什么？爸爸，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嘛？对对对，我不要问太多。马医生，你坐坐坐。喝汽水。谢谢。一摇东海龙王歌，二摇引擎又潇洒，三摇哈子舞桃香江，外面来了一个我们的驸马爷。哪个驸马爷啊？就是啊，来给你看病那个马医生啊，他现在又来看我们陪陪的。真奇怪。哎，越来越有苗头，越来越有天了。哪个天呐？有天呐，这是他们年轻人说的。一男一女啊，看对了眼了，啊，就好像触电一样，他们叫来电了。哦。哎，不知道那个马大夫啊，肯不肯嫁给我们婆婆呀？这个我就不大知道。哎，你去叫他进来，我来问问他。爸爸，你知道他干什么？你妈妈说他有点不大舒服，要马医生去看看。怎么会？我刚刚量过血压，还好好的。你又不是医生。婆婆呀，你现在去抓一只又大又肥的鸭，准备请马医生在家吃饭。刘妈妈，你现在觉得哪里不舒服？马医生啊，现在不是你问话的时候，现在是秀吉啊，他要问你的话。哎，错错错，我问你一句啊，你就答一句哦。你家在哪里呀？在台北。哦，家里有什么人呢？爸爸妈妈，两个哥哥，还有一个姐姐。那你爸爸做什么的？哎，还有你哥哥姐姐是做什么的？爸爸开医院，是院长。还有两个哥哥、两个嫂嫂，还有姐姐、姐夫，都是医生。哎哦，那么多医生哦。哎，那你为什么跑到我们珠山乡下来？我喜欢乡下，我受不了都市的紧张跟压力。哎，那你一辈子想住在这个竹山呐？哎，我有这个意思。怎么了？我们可以反游世界80天喽！妈妈，妈妈，你在干什么嘛？哎，老天喽！婉婉，婉婉起来了，现在已经几点了，知道吗？妈，我一大早就给冰冰吵醒了。冰冰跟胖叔叔吃饭的时候像开辩论会一样，好大声哦。醒了为什么不起来？都20几岁的人了还赖床。妈，我起来也没有事做嘛。今天怎么不去唱片公司啊？不去了。不去了又怎么了？
不想去就不去了。你呀，做什么事都没有长性。弄个合唱团，刚冒出头来有点小名气了就解散了，现在又要出唱片。好，唱片还没出来又没劲儿了。弯弯，我真拿你没办法。妈，你不要替我操心嘛。到最后没有办法，大不了嫁人，生一堆小萝卜头当老妈子啊。你不要以为结婚生孩子不好，其实那才是我们女人家真正的归宿。女孩子一心只想成名，追求虚荣，到头来只是一场空。每一次都说这种话。婉婉，妈就是个例子。年轻的时候贪图享受，爱慕虚荣，不肯老老实实地做个家庭主妇，到头来现在也没有什么不好啊。好什么，每天起早睡晚，像他老牛似的不停地转，累了还要强打起精神。妈，所以啊，我才要成名，才能赚好多好多的钱，到那个时候妈就不用这么累这么辛苦了。算了吧，只要你肯老老实实的嫁人，再苦我也认了。唱歌出唱片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一个出了名的歌星，他要打败多少人才能爬到那种地位？你以为唱歌的人个个都能成名啊？妈，你不要泼我冷水嘛。婉婉，我看大卫那孩子也不坏，你能不能再考虑？妈，你不要再提他了嘛。嗯，好的，好的，张董，您尽管放心，在建材方面我绝对不会偷工减料。是，我现在的经营方式不再赚很多钱，目标还是在打知名度和建立公司的信誉。是，好的，再见。大伟，你找我。嗯，这里是20万，你带到工地去交给小刘，先发上个礼拜的工资。那你还去不去？我一会儿能抽空就去。潘叔叔，你给买的茶叶好不好喝啊？好啊，又香又好喝。胖叔叔，你现在对冰冰都比对我好。哦，你吃味了。冰冰才买了半斤茶叶送给你，就打动了你的心了。哦，我的心那么便宜啊，就值半斤茶叶呀。婉婉，你也不想一想，你总是不听话，老是让人操心，我怎么喜欢你嘛。婉婉啊，待会儿你到餐厅来，我装个饭盒，你带去给冰冰吃。干嘛那么麻烦？早上他走得太匆忙，我来不及给他带饭盒去。那就让他在外面随便吃吃嘛。妈，冰冰住在这边已经让您添了够多的麻烦了，你就不要再烦这些了啦。没有带饭盒还要跟他送去，他也太好命了。你呀，最懒了，每次叫你做一点事总是叫不动。你看你看，我刚刚才说完，
你又不听话了。好嘛好嘛，我等一下去就是的嘛。冰冰是你弟弟，你妈妈跟他没有一点关系，都那么关心他，你怎么无动于衷呢？胖叔叔，你不让我陪你就算了，我马上去换衣服，马上就走。董事长，这是新店市公所服务中心的首条，希望我们的捐款能够抛砖引玉，让社会的善心人士再为皇家多尽点力。来来，擦。小吴啊，这是冰冰从珠山带回来的茶叶，你也泡一杯尝尝，味道好香哦。不用了，我自己也要。喂，妈，我是焕元。啊，是不是要找玉玲啊？嗯，她到哪里去了？她炒了一盒猪肝呢，带给冰冰吃，说是要把冰冰给接回来。妈，本来我的意思是让冰冰在外面多历练历练，可是玉玲说妈太需要冰冰，老用电话联络也不是办法，所以才决定接他回来。那为什么不先告诉我呢？也让我高兴高兴啊。就怕冰冰犟不肯回来，让妈感觉落空，心里会难过。啊，好吧，等玉玲回来我让她打电话给你啊。妈，再见。三奶奶，妈，找到冰冰了没有？我到机车修理店的时候，冰冰不在，他们老板告诉我，冰冰的姐姐带她去吃饭去了。哎呀，你为什么不等等她呢？妈，我本来也是想要等她的，后来想想，我还是等她下了班之后，再到周家去找她，因为在机车修理店说话也有些不方便，到了周家。他胖叔叔跟周爱娜还会帮我说点话呢。哎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去以前呢，让他打个电话给周爱娜跟金旺，让他们也劝劝彬彬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啊？没有，我在做复健工作。哦，我给你带便当回来了。哦，为什么不让王弯给送回来呢？王弯根本就没有去店里。哎，这孩子越来越不听话，不是在我面前敷衍了事，就是骗过就算了，怎么得了啊？我去给你煮碗蛋花汤。大卫，在。哎，里面坐。坐啊。婉婉不在呀。哦，
我是来看周阿姨跟胖叔叔的。看我跟胖叔叔，我们有什么好看的？谢谢。我来向周阿姨道歉。哦。弯弯气我，不理我，最主要是因为我说错了话，说周阿姨过去是感情批发的。事实也是这样。周阿姨，当时是因为我们吵架，才说了伤害到彼此的话。我知道我说错了，我希望周阿姨能原谅我。我原不原谅都不关紧要，你不该那么久都不来找弯弯。其实弯弯是个好说话的人，你只要当面跟他道歉，让他叽里呱啦的叫一顿，也就没有事了。艾娜，他是谁呀？哎呀，你怎么又出来了？胖叔叔，我是张大卫。比我想象中的长得还帅，难怪弯弯要嫁给你。胖叔叔，那个都已经过去了。没有过去。你坐下，我跟你聊聊。你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来呢？我最近工作比较忙。哦，听说你爸爸出事情，是吗？嗯。大伟，你是独子，你应该好好的孝敬你妈妈，知道吗？嗯。真不巧，你来了，弯弯又不在。我根本不打算要见他。哦，我不指望他原谅我。胡说。哎，大卫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是个好机会。弯弯要出唱片，现在出不成了。出了什么问题？好像是资金方面，这个你可以不要管。大伟，我要让你在弯弯最失意的时候，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，接近他，安慰他。大伟，你要想挽回这份感情，就要在弯弯最需要保护的时候你能够出现，让他感觉到你是他可以最依靠的人。胖叔叔，弯弯一直希望有一张唱片。哎呀，光出一张唱片有什么用呢？要好听，要有人买才行啊。多少歌星卖田卖地卖房产，好不容易灌一张唱片，堆到家里边，还不如堆一刀草纸呢，可以留着擦屁股。大伟，我和他妈呀，都不希望他成名，都希望你跟弯弯两个人和好，要弯弯本本分分的做一个家庭主妇。大伟，你不会把我们的希望落空吧？我会尽力而为。如果你们能和好，
就正正实实的结婚，请些亲戚朋友好好的热闹一番。我一定想办法做的。好，要尽量快一点哦。吴先生，这是50万的支票，包括请乐队、录音间及宣传的费用。这个数目够用吗？够够够，太够了！老实说，小弟我在唱片界多年，各电视台、广播电台关系都非常好，宣传费用别人要花100-200万，小弟我只要花20万就能够做出200万的效果。我只要你好好替弯弯制作这张唱片。张先生，你放心，没有问题，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。不会，绝对不会。这样好了，我给你立个字据。不必了。那你不怕我拿了钱以后？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我张大伟过去是什么样一个人，你开口要多少钱，我没有少一分钱给你。你答应我的事，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，放心，张先生，我一定做得到。老实说，我最近手头稍微紧一点，才把替弯弯出唱片的事情暂时搁下。现在有您的帮助，我可以放手大干一场。还有一点，请你千万记住，是，不要让弯弯知道这笔钱是我拿出来的。为什么？不要问太多。你照着我的话去做就对了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您好，我现在以星星知我心古秋霞的身份，感谢社会善心的人士收养我5个孩子，使他们平平安安的成长，并且都受了良好的教育，希望将来他们都能够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。最近台北市的辛亥隧道发生了一件悲惨的车祸，苦主叫黄礼崩，家里留下4个孤苦无依的小孩，他们的遭遇就像我们5个兄弟姐妹一样。大姐，那他们也要送给人家？我不要送给人家，我要跟妈妈在一起。冰冰，他们的爸爸妈妈已经死了，没有人照顾他们。黄家4个可怜的孩子，生活已经陷入了绝境。希望社会善心的人士，本着星星知我心里收养的5个好人家，伸出你们爱心的手，来救助他们吧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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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们身体健康。阖家快乐，再见。